钓友们，云三条今天又来钓大龙飞的地方过手瘾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后面这个水库其实非常非常大，但是它90%的面积都被水葫芦给淹住了，所以这里的鱼非常多，都是自然生长的，不是放养的，可以说感超好。看云姐今天能不能报户啊，让你们过过眼瘾。看到没有？那两边多少钓友？小肖这个助理还是蛮称职的，又不发工资。我人都是你的，还发什么工资嘛？开始打窝。我今天用一些鸭饲料的小料，说这样雾化更好，所以准备了5斤小鸭饲料，15斤中鸭饲料。嘿嘿，不是一次性打啊，每次打一点。哎，怎么飘那儿去了？仙女打料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有风有风有风。哎，奇怪，为什么风那么大？他们怎么会来的那么早啊？都怪你。我怎么了？不早点起来干嘛呀？哎，帅哥。到这儿再就好一点了。那边没有位置了。我试试看这边先。看今天你们家的罗非给不给我面子啊？不给我面子我就跳下去。打他，保证揍他。大哥，你揍他。我跳到水里去揍他。对，我穿个泳装跳下去的，保证出来了。大哥，他难过来。大哥，我让老师这么说。一条鱼砸过去。你这个普通话就不要去说话。哎呀，我错啊，大上鱼啊，嘚瑟，嘚瑟，嘚瑟，他在那嘚瑟，哎呦呦呦呦的，你还炫不了？你用几号钩？滚！哎，这么巧，好巧啊，你也在这里啊。钓鱼人总有一碗泡面吃就是幸福的了，因为它是热的。不应该啊。哦，哎呦，中了，终于中翻条了。来，我快钓到怀疑人生的地步了。来，吃饱之后终于得了。我这里也有。哎呀，看，我吃饱了，就有鱼了。进去吧，守了我一上午。怎么这么大风啊？大风钓螺飞比较能钓，有闻到鱼的味道吗？没有。这会睡着了，哎呀，回去了，收竿。哎呦，哥！哎呀，我是睡梦中上来。来，给我们家，给我们家小肖一个镜头。肖哥，肖哥就快睡着的时候中了一条鱼，来给个笑脸嘛，来嘛。呀，咦，钓傻了。今儿啊，我又有个外号了，叫做云三竿。我从3.6米换到4.5米，现在换成5.4米。啊，不得鱼，换。如果有口的话，我每次几竿下去，它就能看得见有口，是吧？没口，它就是没口。收。他们那么多人来了。哎呦，到了我老公，厉害了哥！哎呦呦呦呦，牛了！有1斤吗？差不多。
我以为淋雨呢。天黑之前总算得两条鱼。OK， 加油，我也开始了。跑那么远，累得要死。白天罗佩不给面子，所以我决定等下给他做点好吃的，今晚陪陪他，把他哄上来，看我今晚能哄多少条罗佩上来啊！晚上出来混的都是公爷。老公，大晚上的鱼没得，水壶连飘进来了。我们两口子已经忙了半个小时了，还没搞完。小肖在辛苦的工作着，钓不了了，抛网。在捞水壶连的时候掉下去了，现在捞抛网。大家听到没？现在是半夜十二点钟，深山的水库里面响起了嗨乐。在网上应该有二十几个人夜钓不得鱼，我要撤了。那边的钓友真的是也是嗨起来了，叫疯了，服他了。全部嗨起来。看，这是我的云一条，14个小时一条鱼，鱼库好大。看，哇，我老公得3条哎，我得4条，还一条小的，好厉害哦，这都是4条。老公你好厉害的，比你厉害一点点。今天真是惨败，过程也不美好，结果也不美好。我要回家睡觉去了，拜拜。那你想啊。